炉香赞，炉香乍若法界蒙熏，诸佛海会悉遥闻，随处结祥云。诚意方殷，诸佛现全身。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波州三昧经。后汉月之三藏支娄迦谶译。问世品第一。文如是：一时佛在罗月起迦林竹园中，与大菩萨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及诸天龙、阿须伦、诸夜叉、迦楼罗、真陀罗、摩侯乐等无央数众，一切都在大会座。是时跋陀河菩萨从坐起，整衣服，长跪插手白佛，愿欲有所问听者，今当问。佛言：善哉，自汝所问，今当为汝说之。跋陀河问佛言：菩萨当行何等法，得智慧如巨海揽万流？云何行？博达众智，所闻悉解而不疑。云何行？自识宿命，所从来生。云何行？得长寿。云何行？常在大幸家生，父母兄弟宗亲知识无不爱敬。云何行？得端正言好美艳。云何？得高才与众决意，智慧通达无所不包。云何行？功力相满，自智成佛，威神无量，成佛境界，庄严国土。云何行？降魔愿。云何行？而得自在，所愿不违。云何行？得入总持门。云何行？得神足遍至诸佛土。云何行？得勇猛如狮子无所畏，一切魔不能动。云何行？得佛圣性，诸经法悉受持，皆了之而不忘。云何行？得自足离愚谄，不着三处。云何行？得无挂碍，持萨云若教，不失佛意。云何行？得人信。云何行？得八种声入万亿音。云何行？得具足相好。云何行？得彻听。云何行？得道眼睹未然。云何行？得实力正真慧。云何行？心一等念，十方诸佛悉现在前。云何行？知四世之本无。云何行？便于此间见十方无数佛土，其中人民、天龙、鬼神及蠕动之类，善恶归去，皆了之。所问如是，当云何行？愿佛说之，是一切疑。佛告跋陀河：善哉，汝所问多所过度，不可复记。汝所以能作是问者，汝乃前世过去佛时所作功德，供养诸佛，乐于经法，守境界，行清净所事，常行起时不就寝，多成就诸菩萨和会，教育令弃众恶，是一切悉平等所致，
常有大慈大悲所致，汝功德不可复计。佛告跋陀河，有三昧名十方诸佛悉在前力，能行是法，汝之所问悉可得也。跋陀河白佛，愿为说旨，今佛说者多所过度，安稳十方，为诸菩萨现大名相。佛告跋陀河，有三昧名定义，菩萨常当守习持，不得复随于法，功德中最第一。行品第二。佛告跋陀河，菩萨欲即得示定者，常立大信，如法行之，则可得也。勿有疑想，如毛发许。是定义法，名为菩萨超众行。立一念，信是法，随所闻念其方，以一念断诸想，立定信勿狐疑，精进行无懈怠，勿其想有与无，勿念进勿念退，勿念前勿念后，勿念左勿念右，勿念无勿念有，勿念远勿念近，勿念痛勿念痒，勿念饥勿念渴，勿念寒勿念热，勿念苦勿念乐，勿念生勿念老，勿念病勿念死，勿念身勿念命勿念寿，勿念贫勿念富，勿念贵勿念贱，勿念色勿念欲，勿念小勿念大，勿念长勿念短，勿念好勿念丑，勿念恶勿念善，勿念嗔勿念喜，勿念坐勿念起，勿念行勿念止，勿念经勿念法，勿念是勿念非，勿念舍勿念取，勿念想勿念识，勿念断勿念浊，勿念空勿念实，勿念轻勿念重，勿念难勿念易，勿念深勿念浅，勿念广勿念狭，勿念父勿念母，勿念妻勿念子，勿念亲勿念疏，勿念憎勿念爱，勿念得勿念失，勿念成勿念败，勿念轻勿念浊，断诸念。一七念亦勿乱，常精进勿懈怠，勿岁计勿日倦，第一念勿中乎，除睡眠惊其意，常独处勿聚会，避恶人尽善友，亲名师是如佛，执其志常柔弱，观平等于一切，避乡里远亲族，弃爱欲履清净，行无为断诸欲，舍乱意习定行，学文会必如产，除三会去六入，绝淫色离众兽，勿贪财多蓄积，食之足勿贪味，众生命慎勿食，依如法勿歧视，勿调戏勿骄慢，勿自大勿共高，若说经当如法，了身本犹如幻，勿受因勿入界，因如贼似如蛇，为无常为恍惚，无常主了本无，因缘会因缘散，悉了事知本无，加慈哀于一切，施贫穷既不还，是为定菩萨恒，至要会起众智。佛告跋陀河，持是行法便得三昧，现在诸佛悉在前力，
其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如法行持戒完具，独一处止念西方阿弥陀佛，今现在，随所闻当念，具此千亿万佛刹，其国名须摩提，一心念之一日一夜，若七日七夜，过七日以后见之。譬如人梦中所见，不知昼夜，亦不知内外，不用在明中，有所蔽碍，故不见。跋陀河菩萨当作是念，使诸佛国境界中，诸大山、须弥山，既有幽冥之处，悉为开辟，无所蔽碍。是菩萨不持天眼彻视，不持天耳彻听，不持神足到其佛刹，不于此间终生彼间，便于此作见之。譬如人闻堕舍利国，有淫女自须门；复有人闻淫女阿凡合利；复有人闻优婆还复作淫女。使其人未曾见此三女人，闻之淫意极动。是三人皆在罗越齐国同时念，各于梦中到其女边，与共息宿，决以各自念之。佛告跋陀河：我持是三女人以为喻，汝持世事为人说经，实解此会，至不退转地，无上正真道，若后得佛号曰善觉。佛言：菩萨于此间国土念阿弥陀佛，专念故得见之。即问持何法得生此国？阿弥陀佛报言：欲来生者，当念我名，莫有休息，则得来生。佛言：专念故得往生。常念佛身有32相、80种好，具以光明彻照，端正无比，在菩萨僧中说法不坏色，何以故？色痛痒思想生死事，魂神地水火风，世间天上上至梵摩诃梵不坏色，用念佛故得是三昧。佛告跋陀河：是菩萨三昧谁证者？我弟子摩诃迦摄、因底达、须臻天子，及时知者、有行得者，是为证也。如是跋陀河，欲得见十方诸现在佛者，当一心念其方，莫得异想，如是即可得见。譬如人远出到他郡国，念本乡里家世亲族，其人于梦中归到故乡里，见家世亲属，喜共言语，觉为知时说之如是。佛言：菩萨闻佛名字，欲得见者，常念其方，即得见之。譬如比丘观死人骨，着前观之，有青石，有白石，有赤石，有黑石，其色无有迟来者，是意所想耳。菩萨如是持佛威神力，于三昧中立自在，欲见何方佛即得见。何以故？持佛力、三昧力、本功德力，用是三世故得见。譬如人年少端正，着好衣服，欲自见其形，若一池净，若麻油，若净水、水晶，于中照自见之。云何宁有影从外入境，麻油、水、水晶中否也？跋陀河言：否也，天中天，以净、麻油、水、水晶净故，自见其影耳。影不从中出，亦不从外入。佛言：善哉，跋陀河，色清净故，所有者清净。欲见佛即见，
见即问，问即报，闻经大欢喜，作是念：佛从何所来？我为道何所？自念佛无所从来，我亦无所至。自念欲处、色处、无色处，是三处亦所作耳。我所念即见，心作佛心自见，心是佛心，佛心是我身。心见佛，心不自知心，心不自见心。心有想为痴心，无想是涅槃。是法无可乐者，设始念为空耳，无所有也。菩萨在三昧中立者，所见如是。佛耳时说偈言：心者不自知，有心不见心。心其想则痴，无心是涅槃。是法无坚固，常立在于念。以解见空者，一切无想愿。四世品第三，菩萨有四世法，即待得是三昧。一者，所信无有能坏者；二者，精进无有能退者；三者，智慧无有能及者；四者，常与善师从事，是为四。复有四事，即得是三昧。一者，不得有世间思想，如弹指轻三月；二者，不得睡眠三月，如弹指轻；三者，精行不得休息三月，除其饭食左右；四者，为人说经不得忘人供养，是为四。复有四者，即得是三昧。一者，何慧人至佛所；二者，何慧人始听经；三者不记；四者，教人学佛道，是为四。复有四事，即得是三昧。一者，作佛形象，用成是三昧故；二者，持好素，写是三昧；三者，教自贡高人纳佛道中；四者，常护佛法，是为四。佛耳时说偈言：常信乐于佛法，精进行解深慧，广分布为人说，甚无得贪供养。亦善解便离欲，常念佛有威德，悉见之无数遍，过去佛即当来。并现在人中尊，诸相好若干种，黄金色无秽漏，坚固教无极秽，听是法无乱心，常舍离懈怠行，无秽害向他人，敬于师当如佛，甚无得一丝经，一切佛所歌叹，常造立佛形象，常教人学是法，行如是得三昧。佛告跋陀河：欲学是三昧者，当敬于师，诚是供养，是当如佛。是善师不如佛者，得三昧难。菩萨敬善师从学得是三昧矣。持佛威神于中立，东向示见若干百千万亿佛，十方等悉见之。譬如人夜起观星宿甚众多，菩萨欲得见今现在佛悉在前立者，当敬善师，不得事师长短，当具足布施，持戒忍辱，精进一心，不得懈怠。譬喻品第四，佛告跋陀河：菩萨得是三昧，不精进行者，譬如人载满船珍宝渡大海，船中道坏，沿浮利人皆大愁忧，念失我而所保。菩萨闻是三昧，不学者，一切诸天人民皆悲忧言，乃失我而所精宝。
佛言是三昧经者，是佛所主，佛所称举。闻是身三昧，不书学诵手持如法者，是为愚痴。譬如痴子，人持旃檀香与之而不肯受，谓之不敬香。主言此旃檀香也，请莫谓不敬。嗅之，知香是之知敬，其人闭目不嗅不视也。佛言闻是三昧不肯受持者，如彼痴子，是为无知。反乎世间为有，不入空，不知无，自谓如法，反作轻戏言。佛亦有身经乎，亦有微神乎，反向行言，世间亦有比丘如阿难乎。佛言其人从持是三昧者，所去两两三三相与语言，是何等说，从何得是语，唯自何会作是经，非佛所说。佛告跋陀河，譬如古客持摩尼珠，是田家痴子曰，凭此值几钱？古客言，持是珠至明中，其光所照直满中宝。佛言其人不知是珠而言，其价能与一头牛等否？宁可冒一头牛于我者善，不肯者羞。如是跋陀河，菩萨闻是三昧不信，反形象者如彼痴子。佛言菩萨闻是三昧信受持修行者，四面皆拥护，无所谓持戒顽具，是为高明智慧深入。当分布与人辗转相教，当令是三昧久在世间。佛言痴人自于前世不供养做功德，反自供高，多行诽谤嫉妒，贪财利故，欲求名誉。但与华说不信身经，闻是三昧不信不乐不学，凡诽谤世经，言非佛所说。佛告跋陀河，今我故与汝如是，若善男子善女人持珍宝满三千国土不失，设有事功德不如闻是三昧信乐者，其福过彼刹。佛告跋陀河，如我所说无有意，今故说是于耳。今见我说是三昧有疑者，其人却后除在恶师边，正使善师所其功德不足言，如是被人转与恶师从事，闻是三昧不信不乐不学，何以故？其人所耕佛少，智慧少，故不信耳。佛告跋陀河，其有闻是三昧不轻笑，不诽谤，不疑，不诈信，诈不信，欢喜乐书学诵持者，我悉欲之见之。其人不独于一佛二佛所作功德，悉于百佛所闻是三昧，却后世时闻是三昧，书学诵持守之一日一夜，其福不可计，自至得阿惟越智，所愿者得。佛告跋陀河，听我说譬喻，有人取一佛刹，心碎如尘，取一尘皆复尽破，如一佛刹尘，云何是尘数宁多否也？跋陀河言，甚多甚多，天中天。佛言有菩萨进取一尘至一佛刹，即数耳所佛刹满中珍宝，即持供养诸佛，其福功德少少耳，不如闻是三昧学书诵持为他人说手，须臾间闻是功德不可复计，何况以得是三昧悉具足者。佛尔时说偈言，若有菩萨求众德，当说奉行是三昧。
信乐讽诵不疑者，其功德福无其限。如意佛国之世界，皆破坏碎以为尘。一切佛土过世数，满中珍宝用不失。不如闻是三昧者，其功德福过上师。因辟功德不可遇，主类汝等当劝教。力行精进无懈怠，即有诵持是三昧。以为面见百千佛，假使最后大恐惧。持是三昧无所谓，行是比丘已见我。常为随佛不远离，如佛所言无有异。菩萨常当随其教，即得正觉智慧海。四备品第五。跋陀河白佛，南极天中天，若有弃爱欲作比丘，闻是三昧当云何学，云何持，云何行。佛言：弃爱欲作比丘，欲学是三昧者，当清净持戒，不得缺如毛发，常当不畏于地狱痛苦，远离于愚产，是为清净。云何为缺戒也？佛言：求色。云何为求色？佛言：其人意念，我持戒自守，是我后世生。若作天，若作遮迦越王，如是为乐爱欲，是为缺戒。佛告跋陀河：其有欲学是三昧者，清净自守，持戒完具，不愚产，常为智所称誉。于经中当布施，当精进，所智当强，当多信，当劝乐，诚实于师，事当如佛，得三昧集。设不恭敬，轻易七条于师，正识九学，是三昧即忘之。佛告跋陀河：是菩萨若从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闻是三昧，当是如佛常敬尊，不当持禅意相，菩萨不得有禅意，常当至诚，常乐独处止，不惜生命，不得希望人所索，常行乞食不受请，自守节度所有去足而已，精行不得懈卧。如是经中教，学是三昧，当守如是。跋陀河白佛：南极天中天，后世若有懈怠菩萨，闻是三昧不肯精进学，当云何？若有菩萨精进欲学者，我辈当随世经教之。佛言：善哉，跋陀河，我助其欢喜。过去当来今现在佛，皆助欢喜。佛尔时诵偈言：如我所说，悉受持，常读除止，行功德，自守节度，不聚会，常行乞食，不受请，敬于法师，视如佛，除去睡眠，至开解，常自精进，无懈怠，如是行者，得三昧。跋陀河白佛：比丘尼求菩萨道，欲学是三昧，当云何行？佛言：比丘尼求是三昧者，不得自高，常当卑谦，不得自贵，不得自大，不得嫉妒，不得嗔恚，不得贪财利色，常当清净，不得惜躯命，常乐经法，念多学问，当弃淫怒痴，不得贪好服饰诸环，当为智者称誉，当敬善师是如佛，不得有谄意。佛尔时诵偈言：若比丘尼求三昧，常当精进，勿懈怠，吾得听于贪欲心，除去嗔恚，自高贵，不得慢欺及调戏，
常行至诚，礼仪信，恭敬善师，事如佛，如是行者，得三昧。跋陀河白佛，若有居士修道，闻是三昧，欲学者，当云何行？佛言，居士欲学是三昧者，当持五戒令坚，不得饮酒，亦不得饮他人，不得与女亲熟，不得叫他人，不得有恩爱与妻子男女，不得贪财产，常念欲起家做沙门，常持八关斋，当于佛寺中常当念布施，布施已不念我，自当得其福，用为一切施，常当大慈尽于善施，见持戒比丘不得轻易说其恶，做事行矣，当学守是三昧。我尔时诵偈言，居士欲学是三昧，当持五戒，勿毁缺，常当私欲作沙门，不贪妻子及财色，常八关斋于佛寺，不得供高轻蔑人，心无容迹思所欲，奉行经法心无产，弃舍千贪常会师，常当奉敬比丘僧，常治一情勿懈怠，学是三昧当如是。跋陀河白佛，优婆夷闻是三昧欲学者，当云何行？佛言，优婆夷欲学者，当持五戒，自归于三。何等为三？自归命佛，归命法，归命比丘僧，不得事于道，不得拜于天，不得辞鬼神，不得事及良日，不得调戏，不得慢资有色想，不得有贪欲之心，常当念布施，欢乐欲闻经，念力学问，敬重善师，心常全权，不得有懈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过者，以坐席宾四指。我尔时诵偈言，优婆夷欲学三昧，奉持五戒，勿缺毁，诚是善师，事如佛，不得拜天，辞四神，除去杀盗及嫉妒，不得两舌斗彼此，不得千贪常念师，见恶复藏没叹善，不得愚谄有邪淫，常当悲谦勿自大，敬是比丘、比丘尼，如是行者，得三昧。拥护品第六。跋陀河菩萨、罗林那杰菩萨、焦日兜菩萨、那罗达菩萨、须身菩萨、摩诃须萨和菩萨、因底达菩萨、河伦条菩萨、是八菩萨见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持五百劫波欲依布施，持身自归，持珍宝供养。佛告阿难、跋陀河等五百人，人中之师常持正法，随顺教化，莫不欢喜，乐随侍者心境无欲，十五百人皆插手立佛前。跋陀河白佛，菩萨持几世即得是三昧？佛言，有四世：一者不信于道，二者断爱欲，三者当清净行，四者无所贪，是为四。如是行者，今世即得五百功德。譬如慈心比丘终不中毒，兵刃不加，火不能烧，入水不溺不害，正使竭尽烧时，堕是火中，火即为灭，欲如大水灭小火。菩萨持是三昧者，若帝王，若贼，若水火，若龙、夜叉、蟒、狮子、虎狼、嘎绝、臂力、鸠底，一切毒兽及鬼神，欲饶人，欲杀人，欲夺人衣钵，坏人缠，夺人念故，
与中士菩萨终不能也，除其宿命不请，如我与无异也。佛言持是三昧者，终不痛，目若耳鼻口身体，心中不忧，除其宿命所作。佛言是菩萨为诸天龙神及阿须伦夜叉鬼神、迦楼罗鬼神、真陀罗鬼神、摩侯乐鬼神、若人非人，皆共赞誉是菩萨，皆共拥护诚实供养，瞻视敬仰，私欲相见，诸佛世尊亦然。是菩萨所谓诵经前所不闻持，是三昧微神悉自得之，若昼日不得者，夜于梦中悉得之。佛告跋陀河，其有持是三昧者，我说其功德，一劫复过一劫，不可尽尽，略说其要耳。劝助品第七。佛告跋陀河，菩萨于是三昧中，将有四事助其欢喜。过去佛持是三昧助欢喜，自至得阿耨多罗、三耶三菩、阿惟三佛，其至悉具足。今现在十方无央数佛，亦于是三昧中四事助欢喜得，当来亦当从是四事助欢喜得，我悉助欢喜。佛告跋陀河，是三昧中四事助欢喜，我于世中说少所譬喻。人寿百岁随地行之者不休息，其人行过于疾风，宁有能记其道理否？跋陀河言：无有能记者，独佛弟子舍利弗罗、阿惟越智菩萨乃能记之耳。佛言：我故与诸菩萨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取世人所行处满中珍宝布施，不如闻是三昧四事助欢喜，其福过布施者百千万亿倍，当知是助欢喜福甚尊大。佛告跋陀河，乃久远不可计阿僧祇，尔时有佛名斯诃摩提，等正觉无上士，道法欲天人师，佛世尊在空闲之处。是时阎浮利纵广十八万亿里，凡有640万国，悉风俗人民炽盛，有大国名跋陀河，有转轮王维斯琴，王道佛所礼毕却坐一面，佛之奇异变为说是三昧。其王闻之助欢喜，即持珍宝散佛刹，自念曰：持是功德，令十方人民皆安稳。使斯诃提佛波涅盘后，维斯琴王寿终，还自生其家做太子，名范摩达。尔时有比丘名珍宝，是时为四部弟子说是三昧。范摩达闻之助欢喜，踊跃持宝值百亿散其上，复持好衣供养之，以发意求佛道，与千人聚于是比丘所，作沙门求学是三昧，与千人共成是师8000岁不休懈，得一闻是三昧四事助欢喜入高明智，因是却后更见68000佛，折于一一佛所闻是三昧，自至得佛，名底罗维带等正觉、无上士、道法欲、天人师、佛世尊。是时千比丘从得等正觉，皆名底罗玉臣，教不可计人民皆求佛道。佛告跋陀河，何人闻是三昧不住欢喜，学持首诵为人说者也？佛言：若有首是三昧者，即待得佛，但闻其功德不可计，何况学持者。
若去百里千里，有事三昧，当求之，何况敬而不求学也。若有文士三昧欲学者，当诚事其师十岁，供养瞻视，不得自用，当随师教，常念师恩。伯言：我故为汝说之，文士三昧去四千里者，枉道其所，正使不得闻其功德，不可积也。所以者何？专精进故，会当得旨，自治作佛。知成品第八。佛言：乃往昔有佛，名萨遮那摩，等正觉，无上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。时有比丘名何伦，其佛波涅盘后，是比丘持誓三昧，我实作国王，刹利种于梦中闻誓三昧，觉已变形。求是比丘即依作沙门，欲得闻誓三昧，成誓其师三万六千岁，摩氏烁烁起，竟不得闻。佛告比丘：比丘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，我故与汝等汲取誓三昧，无得忘失，善成誓其师持誓三昧，至一劫若百劫，若百千劫，莫得有谢倦。守善师不离，若饮食资用，衣被床卧珍宝以上，勿有爱惜。设无者，当行乞食给施，去当得是三昧莫厌，常当自割身肉供养于善师，何况宝物，此不足言耳。成事善师，当如奴事大家，求使三昧者，当如是。得三昧已，当坚持常念师恩，是三昧难得值，正使求使三昧至百千劫，但欲得闻其名不可得，何况学而不精进。得是三昧精进学，转教人者，正使如恒河沙佛刹，满中珍宝，用布施甚多，不如学是三昧者。佛告巴陀河：若有人欲学者，当助欢喜。欲学而得，学者持佛威神使学，当好书示三昧着素上，当得佛印印之，当善供养。何谓佛印？所谓不当行，无所贪，无所求，无所想，无所着，无所愿，无所向生，无所取，无所顾，无所住，无所爱，无所结，无所有，尽于欲，无所生，无所灭，无所坏，无所败。道要道，本是印，阿罗汉披之佛所不能及，何况愚痴者，是印是为佛印。佛言：我今说是三昧时，千八百亿诸天、阿须伦、鬼神、龙、人民得须陀洹道，八百比丘得阿罗汉，五百比丘尼得阿罗汉，万菩萨得是三昧，得无从生法于中立，万二千菩萨不复退转。佛告舍利弗、目犍连比丘、跋陀河等：我从无数劫求道，今已得作佛，持誓经、主泪卢等，学诵持守，无得忘失。若有欲学者，当具足安地教之，其欲闻者，当为具足说之。佛说精进，跋陀河菩萨等、舍利弗、目连比丘、阿难及诸天、阿须伦、龙、鬼神、人民皆大欢喜，为佛作礼而去。佛说波州三昧经。回向记：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